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。近日备受关注的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了，热门追星剧斩获了5项提名，其中包括最佳中国电视剧和最佳美术。然而该剧主演之一的王一博却未能入围提名名单，这一结果在他的粉丝群体中引起了广泛讨论和热议。王一博的粉丝们并没有选择陷入失望和沮丧之中，相反的，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份充满正能量的声明，表达对他演艺事业的坚定支持，并高度赞扬了他作为演员的专业素养和不懈追求。声明中，粉丝们不仅表达了对王一博的支持，还强调了他作为公众人物对粉丝们的积极影响。他们认为，王一博不仅是荧幕上的偶像，更是激励大家积极向上的力量。这份声明展现了王一博粉丝们的良好素质和高尚品质，并揭示了追星文化真正意义。追星文应当是健康理智，能够带来积极影响和启示的。王一博官方粉丝团的做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，他们的理智与正能量不仅提升了整个粉丝群体的形象，也为其他粉丝群体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例。王一博的粉丝团表示，他们会继续支持他，不因一时挫折而气馁，他们相信王一博的实力和才华会在未来得到更多认可和肯定。粉们的坚定支持和正能量也将成为王一博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。总之，王一博粉丝团发布这份正能量声明，不仅树立了追星文化健康理智、积极向上的形象，也对其他粉丝群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推动追星文化向着更加健康、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，并期待着王一博在未来演艺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灿烂的成就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,follow 一下本频道，专注王一博作品资讯与综艺，一起为宝藏偶像打 call。